大家早上好，我是汪姐，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家有一个小客人在，我老公去上班了。今天我打算，他可以开车吗？我打算是怎么的？先起来的时候呢，我给他准备早餐，等会呢，让他带我到超市里头去买水，我家里没水了。他可以开车吗？我自己备不了水，正好。然后呢，我老公有西服啊，要西装嘛，要去干洗，正好送过去。咦，有人开车真好，20多岁的小伙子。带着帅哥去买面包，拿钥匙。This is Schlüssel. And then you can change under the Handtasche. 换一个包。我的自行车在车站，昨天骑的，晚上回我老公接我的。所以啊，让帅哥他人开一下先车子，去买面包，带着他去。哎呀，等会儿我跟他讲，我说我们吃完饭，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他说好的好的，开心的不得了。帅哥带着我开着我家老婆呢，我们去面包房买面包，呵呵。我家车子是老的车子，买的二手的，不知道几手了。呀，格拉的，叫帅哥来买，让他挑一挑。我们买完东西了，买了一些面包，他就吃一点点。我问他了，我说你要吃多少，他就吃了那一点点，特地带着他去挑的。小男孩头发长，刚才都用我的吹风机给他吹的头发了，他自己吹的，不是我帮他吹的。哎呀，屋子里真凉快呀，这时候看吃饭吃饭吃饭，早知道多买一点这个面包了。现在出去买菜，让帅哥，就这位帅哥带着我去。现在我们停在这边，帅哥去银行取钱了，他只能到邮政银行等他。等会儿我们就到前面的超市去，我老公的西装要送去干洗。这个天好热呀，我今天都穿的这个了，热死了。送来干洗衣。Dankeschön。帅哥他去选他喜欢喝的酒了，他喜欢喝饮料，他说饮料、啤酒和水。我来给我们家他挑一点红葡萄酒。啊，现在都特价呀，5.99块。我已经打扮好了，现在就出门见我的网友。呵呵，出发出发，已经到 B27。今天天气太热了，热得我都冒汗了。我说赶紧开空调吧，不开空调，等会儿我化妆化的粉呢、啊、都被汗给流的淌掉了。他帅哥笑得不得了，帅哥他进去了，他去换钱必须要到 Raisin Bank 去，其他地方不可以，所以我们跑到这来，停车前在前面，还好一会儿功夫就到了，不然走得很累呀、啊。马上我的那个朋友已经在酒店了呀，哎呀，他因为这个帅哥的话他很少开车，所以呢又是新的车子给他开，所以有点不怎么熟练。这么一小节路堵车了，我手机要没电了，哎呀。好，我们已经到地方了，现在就去找我那个朋友。看，我已经到了，我们见到了，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现在我们再喝点啤酒，看我们聊天聊的，哎呀，第一次见面感觉好像见了已经有几百年了似的啊。嗯，哎呀，上下5000年。嗯，对。来干一个。他喝的是水，因为他不喜欢喝酒精的东西。我是一个酒鬼啊。我喝的是多少度啊？哎呦，是哪呢？哦，4.8度，还好。以我的酒量，4.8度是可以的。现在回家喽。开心的不得了，大世界，我们马上到家了，也挺快的，一天过得，今天过得好充实啊。到家了，我老公在，哎呀，就在割这个草，现在这个电脑是会自己跳掉，我要准备做晚饭了。到家第一就是要做饭，因为两个大男人要吃饭。帅哥刚才在我朋友那里已经吃过一点东西了，他说要什么东西要洗一下，我跟他讲拿下来吧，今天洗明天就能干。
还给他吃蔬菜。色彩要不搭配好一点，黄瓜。小孩子几几年的？20多岁才。哎呀，比人家大10来岁。我老公又在跟园丁一样在外头忙碌，嘿嘿，忙一点好，男人嘛，不做点事情怎么办呢？难道事情找你去吗？现在赶紧在炒饭，因为他们，我老公还好，他但是这小伙子人家吃饭呐，人家长还在长身体呢，身体应该是长好了，但是他饿得快嘛，年纪轻，胃活力大。今天去超市没有买到葱，还好我家这地里头这几根葱还能派上用场。看，直接从这掐了它。哎呀，这大超市有葱，我以为小超市也会有。够了啊，自己家种的葱，你看这个韭菜上次割的又长这么大了，长这么高了，快不快？这个是我撒的新的韭菜种子，第一茬韭菜要给它割掉，然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两个男人吃饭了。Okay, scharf, also nicht zu scharf. Ja, gestern habe ja. 昨天我弄的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帅哥他接受不了。Du musst pass auf, dein Kleidung. 我老公真的是。Oh, morgen fahren wir noch zum IKEA, gell? Oh, wirklich? Ja, super Idee am Samstag. Schau, hola. Alle vor? Ja, und wie? Okay, gut.Das. 我们饭后吃西瓜，我老公研究的。Warum ist in der Mitte dann noch irgendwie Kupfer? Gib mir, gib mir. Damit es dich auflöst. 我今天买的这个就是可以去这个。Normalerweise hast du, wenn du ein edles Metall hast und ein unedles Metall, 就是你的刀叉，它会伸像锈一样的东西，然后它可以把它洗干净了。Und 不知道管不管用。Dadurch, denke ich, kommt die chemische Reaktion des Rostens nicht in Gang, indem hier das.好了，今天视频到这儿，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就订阅吧。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